又大家好，我们时光旅人。要两个干嘛？讲到夏天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夏天吗？蚊子吧。夏天蚊子很多。然后又很热，然后像现在又下雨。对，下雨，下雨。超烦。芒果啦，都摆在前面啦。好了，芒果寄到了。啊、我要配合一下右脸嘛，饮料店的芒果品项，然后来评测看看哪一个比较厉害。我们有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芒果。严果市大院子。你们自己想要先从哪一杯开始喝吧？我们数到三一起吃，三、二、一。你们两个说什么？你们大院子，好，妈妈就大院子吧。大院子这个叫什么？艾文芒果冰沙哦，非常。简单的名字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还看不到里面长怎样。它的甜度可以调吗？店员是跟我说七分糖是他们推荐的甜度。哦，这样一小杯90块，来看看它厉不厉害。嚯！管我自己。芒果不可以这样。它好爽。啊，七分糖可以吗？对啊，会不会太甜？其实不会太甜，其实我觉得它都是芒果的甜的，有果肉哎。真的有果肉，其实真的就像真的是芒果打成冰沙，它不是用芒果加水，很像就是芒果块打成冰沙。哦，那个芒果味真的很重，就是真的像在吃那个什么艾文芒果的味道，是芒果本人。这个我很爱，这是我的第一名。好，下一间，你是第一名。下一个要喝什么？下一间想喝这个清源。清源。清源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它叫做杨枝甘露。杨枝玉露。芋头，它是加了芋头在里面。75块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75块这么大一个，而且它又超级多。这要不要咬一下？不然啊，我想吃芋圆。不是，看起来咬不动哎。芋圆、芋泥、牛奶，还有喝到下面应该就是芒果。嗯，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多层次哎。如果你一层一层喝下来的话，很多层次，看得出来对。芋头跟芒果不会有违和感。我要喝一次。哦，你喝一次。喝一次，我要喝一次。蛮搭的，有点意外。嗯，上面的芋圆不错吃，很有芋头。对啊，他们的芋圆好吃。所以清源的这个就是芋圆的意思吗？紫色的这个。有可能。可能吧。它下面还有那个西米露。它现在跟大院子并列第一名。第一名？第一名？你会打头？全部练就加。好，下一点。嗯，我喜欢。对，为什么是你决定？他刚刚我们两个刚决定的。好，好。等。好，后面我。好，下一个是马古茶坊的杨枝甘露2.0。从以前就听说马古的杨枝甘露很风，对，都没喝过。它里面那是茶冻吗？喝不出来，好多软软的东西哦，还有芒果味哦，一点点。啊，我吃不出那个是什么馅料加什么，可是我用眼睛看起来觉得它有很多馅料。嗯，应该就是葡萄柚茶冻。买菜。哦，有葡萄柚。谢谢哦。他昨天新买的。哎，你我说什么？他这个喝起来很特别，但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。他芒果味也没有那么重。你刚才说芒果味了。哇，那清源胜出哎！嗯，清源目前胜出，跟这个并列第一，这个就现在暂居第二。好，那你选下一个。这个都看起来快分离了，这也是很奇怪，因为有点像豆花。对啊，这有点像豆花的。它有点像呕吐物。它叫做有点恐怖。这一间是春阳茶室，叫做宇宙八芒柳。对，它是跟芭乐芒果。对，然后它是跟宇宙人联名推出的。是哦，原来是有联名哦。我想说，我想说为什么要有宇宙？难道是因为它的层次感有一种宇宙的感觉吗？然后我就拿到那杯饮料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象宇宙，然后想宇宙，好宇宙，好宇宙。有啊，你看，看起来是宇宙啊。也有呀。这很像宇宙，很像。不是很像你口里的宇宙。它的层次多到让我喝不出明显的在吃某哪一种水果的感觉。嗯，
如果要形容的话，它就是综合果汁再加综合有嚼劲的东西。其实我比较好奇耶，会有那种麻辣跟柳丁的味道，但就是芒果就没了，完全芒果味。然后，那我不知道他加的那个白白的，那个白白感觉他是加优格之类的东西。对，他是加翡翠冻跟鲜奶优格，难怪。我觉得他加那个东西没有不是要提味的用处，他就是要让看起来像星空，要占据第三。还有第三的，对吧？这听起来很好，还是很厉害。最后一名第一。啊，下一间是 Mr. Wish 的芒果厚奶，很他刚拿到的时候是。很明显的层次感，超漂亮的。他刚拿到的时候，我记得是牛奶在上面，对对对，然后芒果在下面，现在反过来，这么厉害吗？喜欢喝奶的人会喜欢这杯饮料，但是它的甜全部都是在奶的甜哦，然后芒果本身就很甜了，再加上奶的甜，所以这杯其实甜度很高。但我觉得它的芒果味如果再重一点的话，应该会蛮好喝的。它现在我觉得还是比翠杨茶少的。那它变第四，对，翠杨茶变第四了。下一个要喝什么呢？喝点有料的。那就喝这个，这是什么 ？Coco 的纤细版杨枝甘露。它就是把椰奶换成优酪乳。就是其他国家的芒果吧，是这个味道吧？啊，这什么？我觉得它跟翠杨茶是蛮接近的。你说等级没有他们的味道感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反而觉得它比较好喝哎。如果他们两个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喝。比较特别，这个没。因为它最后，它就喝到最后，就是咬它有一些渣渣，是就是吐芒果的皮的味道。这个虽然我没有很喜欢，可是它喝起来就是有点新奇感。这喝下去就是没。就还是它的比赛算是顺口开心。它现在是最后一名了。这一杯真的不太好形容。来，下一杯你选。这一间叫岩果室芒果酸乳。脆波波，它是柠檬牛奶跟芒果冰沙哎，柠檬牛奶，对，所以才叫酸乳，因为它是柠檬牛乳。哎，柠檬跟牛奶不是不能放在一起吗？会漏啊，会变成那个，会结块哎。哎，这个很甜哎，柠檬奶的味道超好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这个跟这个甜有得比，只是它没有奶味那么重而已，但是很甜。那这个比较好喝。但是这一杯唯一的优点是寒天金琼好吃。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很甜，但是芒果味跟柠檬味都喝起来很化学。嗯欢迎评分哦。嗯，我喝完了，还有最后一杯，它叫什么？茶汤会的泰文芒果拿铁。看有没有比那个 Mr. Wish 好喝？哦，你看它的颜色很淡，它颜色很淡。你看有橙汁哎，这有奶吧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你是刚喝到上面的冰块？你没有咬咬对不对？我有啊，我有咬咬。你喝不出我奶味吧？我喝不出来，而且我也喝不出芒果哎，奇怪。那它有什么？有茶味，茶味。有茶味，有一点点那种奶精的味道，一点点。嗯。咦？哇，后面这几个好难评哎。我们已经帮大家扫完雷了，所以大家就去都可以尝试了。一定也有人喜欢这个，那就算了。这两个一定要喝。以上纯属真实个人想法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如果你们希望我们拍什么主题的影片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其实真的啊，这些都很特别啊，特别难喝。多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次影片见，拜。哎，车祸啦！第一杯，蛮舒服的，蛮舒服的。茶汤会。开始了。好像实验室出来的芒果。实验室出来的芒果。开始不对劲。对，每个人喝完的表情都一模一样。还是实验室。
没吸到，这味道很香哎。也是一个不知所以的。